他这边有写这边啊。那你直接把这个导航放这个地方吗？那到首尔 station。那首尔 station 在哪里啊？感觉就很远的感觉。要先买票到那边。哇，是超大黑咖啡。哦，皮卡丘！哇，这什么鬼啊？这是奶油啊！你买一颗鲜奶油。这下面有东西呀、啊？什么蛋糕吧？杯子蛋糕。鲜奶油。Mario Kart， 差不多 Starbucks。Mario Kart， 就是 I want to go。这个罐子怎么那么酷？不久。它是。哎呀。Protein。就是 protein。就是这个是养乐多啊，看起来像养乐多。